我们的人都是这样的。 그 明年呢，那边像创建东西，他下边这个肯定不多家。你自己要是养牛呢，去肯定肯定当缺点，咱们缺钱呢，说是让我妈现在让我，他给么些你自己要想，他把这个你那个东西吃了，他们明年红色讲了，他们我也懂，他缺多少呢？中国说，他给这些他就送东西，我也能拿进去说话去，俺不明年说。 그도면 我在古学子来拆下你切不了嘛就是啊，但说是确实的，这点肯定重要，那当个人民都是人心的重要吧。做做，他的麻子多了说说干面对的，他牛排干。 都是兄弟，新牛的牛的，八卦牛的牛的，哎，谁就过过个六十几岁，过宽多个些，哈哈，真的算计。